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 OK， 今天跟大家介绍在新加坡樟宜机场直播的店，这韩国店哦。今天因为我拿到这一张5块钱 voucher， 我们就要用这张用掉啦。 Let's go。 哇，这个都是韩国的串串，好可爱哟。哦，这是竹轮。这里面长这个样子。哦，有新的 unnew 2块钱。然后还有这个水。好了，要吃什么呢？这是汉堡。那这样还有创意如握吗？有啊，耶，串串还冒烟呢。这个一个是2.3块的嘞。那个是这个。我这个先吃完再进去了。嘿，先吃这个。这他用 microwave 帮我们。这里面是包马吉 rice cake。脆的，然后里面是那种马吉软软的，可是不会到黏黏的那种感觉。嗯，这个我给8.5分。哦，这是另外一个口味，外面是好像洋葱马铃薯这样。它分开了。里面是热狗，这好好吃啊，我给9分。这个是竹轮，吃一口。它还蛮有韧性的，好好吃啊。如果再配柴鱼汤会更棒。这我会给8分。等等等，给大家看一下侧面图。这是包马吉的包年糕，韩国年糕。它整个外面很脆耶，它是里面有加鱼浆跟脆脆的类似马铃薯还是那种薄奇那种东西，卡滋卡滋的感觉。站在楼，它侧面那个鱼浆看得到有一些蔬菜混在鱼浆里面，所以它有一些蔬菜的那种菜味的感觉，不过还算好吃了，我觉得。嘿嘿，今天来樟宜机场看柯基啦。OK， IMAX 是11点的，Lumiere 厅还没有哦。Lumiere 跟 IMAX 厅。
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。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